这个机关我见过，曾经和殿宇学过。文强，他在这做什么？令兄，许师叔，还真是稀客呀！亏得你们能找到这里。所以文兄，今日之事，你全都知情了。他们要放出镇压在这里的前代妖兽之王。 毁掉整个魁星岛的大阵。星岛的大阵崩塌，和着内外星海的屏障也出现了裂缝，七阶以下的妖兽都能自由来往内外星海了。